生意兴隆了啊！哎呦，都不敢碰了，一碰都洒呀。哎呦，这烟呢！今天二王家饭店开业。打头的是我们魔兽代表队的一号选手，来给我们这边方队招招手，来招招手，美女们来。崩得我满头都是啊！你管我耳朵吗？就是一种啊，耳朵没上保险，给我洗头一会儿啊！你就怼我大脸，你就怼着我露个礼貌吗？凉拌油面，它是油面里面应该是一种杂粮做的这个面条。哎妈！来我，来我，瞬间把酒给冲昏了。虽然我也挺难开的，没醒酒呢，这还。哎，到你这边蛮呢，真向着我呀你！哎呦呦呦，乌溜溜的来。哎呀，生意兴隆了啊！哎呦，都不敢碰了，一碰都洒呀！哎呦我，哎呦我！哎呦，这就是油面，他俩是配套的吃的呗。哎呀，你喝酒吧，老香了，240平方米里面的东西。我也没吃过这个，我感觉挺好吃。好吃，好吃吗？滑溜溜的，怎么样，芳姐？南方妹子愣天天逼着在这喝白酒，太难了。南方妹子在这，你这第一，我是第二杯，你这第一杯，你别在这给我，你别在这，你自己干了。你俩坐到边上来，来夹着他，夹着他，怼着我大脸不礼貌。